你知道什么样的产品能够让11个立法委员愿意免费拍广告吗？答案是台盐化妆品。前立委郑宝清接掌台盐公司董事长之后，为了拼业绩，不但频频向立委好友们促销产品，现在连新产品上市都找上了老同僚来友情赞助。两分钟让我的皮肤美美又细细，你的肌肤会告诉你，有台盐真好。平常问政犀利的立委们，这会儿全在镜头前美美的当起广告明星。只能说，为了拼业绩，台盐董事长郑宝清把以前的立法院人脉全给用上了。本身就靠的人了，你知道？所以上分一寡人囝，啊，就给人充分利用。拍广告不给酬劳就算了，连卖产品给立委好友，价钱都没得杀。郑宝清的吝啬被好友们拿出来损了一顿。当初丢那家空开啊呢，一次送10套给我，后来账单也来了，50000多块。我拍这个广告片，不只是没有酬劳，我还倒贴50000块。台盐化妆品上市，找来11位立委免费代言，除了凸显台盐多角化经营成绩，无意间也展现了郑宝清的政治人脉。台视新闻张律吴金俊台北报道。